sun. Everybody grab someone and let rhythm make us one. It's a celebration.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 all people, every nation, put your banners in the sky. Venimos a vacilar, venimos a disfrutar, vamos todos a gozar, vamos todos a cantar. La vida, buena, buena vida. Everyone across the world. Put your banners in the sky. Venimos a vacilar, venimos a disfrutar. Vamos todos a gozar, vamos todos a cantar. La vida, buena, buena vida. Everyone across the world.届医疗奉献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张院长、蒋部长，还有在场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TVBS 主播，也是主持人郑凯云。今年非常的荣幸，第七年参与医疗奉献奖的主持，承蒙主办单位不弃。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凯云的心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且啊，眼泪很容易掉下来。因为每一年看到这么多为台湾奉献的故事，很多的神父修女或者是外籍的医师，他们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为台湾奉献20年、30年、40年，甚至更久更久的时间。还有好多的医师放弃在大都市那种优渥的生活，宁愿呢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深入台湾最偏远、最难到达的山区，或者是最偏远的离岛，去奉献自己一辈子的医疗心力。是真的在医人医心，因此我们这一届主题是医我同行。很感谢有这么多的得奖主不断不断的为台湾、为福尔摩沙的子民不断的奉献着。那么医疗奉献奖从民国80年到现在，现在已经是第25年了。很荣幸我在当中参与了7年。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今天待会儿我们有11组的得奖人，我们要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首先呢，我们请11组得奖者先站起来接受大家的掌声，他们是今天相当重要的主角。恭喜恭喜得奖人。好，可以先请坐下休息。
医疗奉献奖能够一届一届的办下来，真的要感谢非常多人，非常多的单位。那么在这边由我一一为大家来介绍。首先要欢迎是监察院的张博雅院长，欢迎您来到现场。还有卫生福利部的蒋炳煌部长。另外，财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董事长，也是这一届一奉奖的筹委会主委黄荣村黄主委。也要欢迎联合报的向国宁社长。每一年我们在这儿相见，联合报也是不断的支持医疗奉献奖。还有包括了厚生基金会董事长暨国策顾问詹火生，詹国策顾问。也欢迎医疗界的重量级前辈，中央研究院的陈建仁副院长。还有接下来这位贵宾呢，是我的公司哦 TVBS 电视台廖福顺廖执行副总，热烈掌声。TVBS 呢，在医疗奉献奖上，我们努力的在电视为大家传爱，而且把所有的故事继续的让所有更多台湾人知道。那么要来介绍这一届非常辛苦的这一届评委，包括了卫福部的周淑婉纪监，欢迎你。还有高雄医学大学的刘景宽校长，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李淑平理事长，还有台北医学大学张耀茂研究员，还有中研院台湾史学研究所刘世勇副研究员，欢迎你。联合报健康事业部的洪淑慧营运长。那么今天呢，大家能够有这么好的场地，还要感谢哦海基会，今天有处长来到现场。在我们颁奖典礼之前，在我们看十一组感人的故事，为台湾奉献的故事之前，我们有请重量级的来宾，监察院的张博雅院长上台，我们说几句话。院长跟医疗奉献奖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哦，第一届就是院长担任卫生署长任内推动的。啊，主持人，还有刚刚介绍的各位贵宾，以及得奖者，还有得奖的亲朋好友，各位，我相信也有历届的得奖者在场，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好，非常高兴来参加医疗奉献奖，好不简单的，已经堂堂进入第25届。我担任卫生署长的时候，就前后帮了7届。当时我是从立法委员到卫生署，所以我们在立法院就有后生会的成立。那么到卫生署之后呢，我们就由行政院卫生署跟立法院后生会来共同举办。当时呢，黄明和他是大医师，还有杨敏胜，还有高知敏，还有张帝的这几个人，我们是后生会的基本分子。要表扬，从来政府没有好好感谢的很多的国外的神父、修女、医护人员。所以当时就说应该要设一个医疗奉献奖，来表示我们全国国民政府机关共同的感谢。所以第一届由我们自己做，第二届之后呢，有民生报跟我们合作，第三届有新闻局来跟我们合作，就这样堂堂进入了第25届。今天也真的要感谢我们主办单位，还有联合报，还有TVBS。 那么今天呢，当然卫生福利部应该是主角，还有基金会，还有我们陈建仁现在是中研院副院长，也是曾担任卫生署长的。那么我们所要表扬的就是说，不计名利为我们国人牺牲奉献来照顾健康的这些人物，不管年龄、先生、女士，都是我们应该表示感谢而
要给予表扬的。所以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表扬的除了特殊贡献奖以外都是外籍人士，那么连续两三年都是外籍的朋友。这些外籍的医护人员对于台湾的偏乡地区的医疗服务真的值得我们感谢，如果看过他们的事迹真的会让我们从心坎里头表达我们最深的感佩之意。都是离乡背景到我们台湾来照顾我们台湾地区人民的健康，而可能三十年四十年甚至到后来五十年都没有回乡的外籍朋友。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感谢过去一直照顾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各位前辈之外，今天受表扬的呢就是不计名利，不管偏乡地区，不管在自己的岗位甚至退休之后还一直为我们台湾地区偏远地区山地离岛地区的健康来服务的先生女士小姐，甚至有团体的以及特殊贡献奖的陈兆荣院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值得我们感谢的。在此再度的感谢所有主办单位给予我们的协助，相信这样的真的是把善良的美好的事迹能够更广泛的来介绍给我们国人的话，可以减少内耗，可以减少斗争，让好的善的美的美的都能够天天充满我们全台湾。祝福今天的表扬大会成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过去的努力，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谢谢院长，是医疗奉献奖的老朋友，也是重要推手。接下来要来邀请一直支持医疗奉献奖的指导单位卫生福利部的蒋部长上台，我们说几句话，欢迎蒋部长。张院长，各位贵宾，各位得奖的个人团体，还有相信很多的这个家属，大家午安。今天非常高兴哦，能够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会。那刚刚我们张院长已经把这个奖当时的这个设立这个奖的这个精神跟他的目的跟各位都介绍了。我只是想要在这边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奖设立25年，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得奖人，包括今天刚刚张院长也提到，我们等一下会颁给的这个陈兆荣陈院长，他投入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40年前的医疗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不管是这个医疗技术没有现在那么进步，包括我们整体台湾的经济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我们有非常多的热心的医护人员公共卫生的人员愿意付出，愿意努力，在偏乡在各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那到了今天，我们的整个大环境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虽然这个经济比过去好了很多，我们社会也比过去进步了很多，但是我必须要说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等等其实跟过去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今天大家在讨论的很多是医疗纠纷的问题，很多是医护人员过劳的问题，的的确确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关切需要讨论需要研究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
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在行塑一个另外一个这种医疗文化，那在行塑这个新的医疗文化的同时，我们的这个医疗奉献奖更是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整个医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首先当然要感谢我们张博雅张院长，在当年就有这样子的远见，跟我们的后生会一起创设的这个奖。那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联合报 TVBS， 我们等等，还有我们的詹董事长，能够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奖每年都能够办得起来，那让我们这个医疗奉献的精神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非常非常感谢。也这个祝我们所有的得奖人，还有在座的所有的这个来宾呢，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部长，也请部长先行留步，我们马上就要颁发第一个奖项，颁发的是第25届医疗奉献奖当中的特殊贡献奖。每一年会选出一位对医疗界有特殊贡献的得主，那么我们现在由部长来为我们介绍这位得主，他是如何为台湾努力。好，我要在这边要特别介绍我们特殊贡献奖的得主，其实我刚刚都提过了，张院长提过了，我们的长庚医院的陈兆龙陈院长。那陈院长我刚刚也说过，他其实踏入这个医疗领域呢，已经将近有40年的功夫。那他在各方面，在偏远的地区，在各个地方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包括国际上面做了非常多的贡献。那他最为人所称道的其中之一呢，就是他是我们国内是国际上面的换肝的这个权威。他到目前为止呢，累计的这个换肝病例呢，已经有1430多例。那他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环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他完成了亚洲首例的这个肝脏移植，然后他建立老死的观念，促成了立法，然后他又发展这个活体这个肝脏移植等等。那他不只是在医疗方面对我们台湾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其实我觉得外交部要对他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他的技术，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因为他不但是在台湾，他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去协助建立他们的换肝的这个技术跟相关的环境，所以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同时就帮助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的外交工作，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我们应该有一段 VCR 人来介绍他。而台湾的医疗因为有人持续奉献研究而越来越进步。高雄长庚医院前任院长陈兆龙医师虽然已经届龄退休，但留在医院内持续为病患看诊，学术研究也没有间断。他目前累积1430多例的肝脏移植成功手术，创下了全世界第一的存活率。听到自己的健康状况稳定，每位肝脏移植成功的病友露出放心神情。眼前的换肝权威高雄长庚荣誉院长陈兆龙，对病患来说亲切如家人，病患要求在书上签名也来者不拒，但光一个下午回诊病患数就高达257位。其实不到一小时前，他才刚解决完上午的门诊，却在他脸上看不出一丝疲态。肝脏移植我们已经完成1430几例，所以我们有接近1400个病人需要
看诊需要追踪肝脏切除的病人比这个数目还多，大概有4000多个。那当然我们也放不下这些病人，就是用这样的心情在工作。即使已经届龄65岁退休，但他仍放不下病患，因为看到濒临死亡的人能获得重生是陈院长一生直至。要救人也要教人，除了利用整间指导，一早7:30的 morning meeting 总坐满了来自国外以及院内的后辈，共同分享学术资讯。不说一般人都不知道，院区外围成千上百棵树大多是他的心血结晶。原来院长把一生奉献给医疗，也奉献给了绿化环境。 TVBS 新闻徐继红、林义邦、杜允杰高雄报道。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第25届医疗奉献奖特殊贡献奖得主陈兆龙院长。陈院长是台湾的换肝之父，撑起了在台湾相当重要的换肝史，1400例都是在他手中重生。我们请部长来颁为我们颁发特殊贡献奖。陈医师真的很不容易，他的故事啊被改编成2部日本的漫画，而且还登上日本的大荧幕呢。在日本，他的故事变成了电影，更是很多年轻医师不断努力前进的目标。再给院长热烈掌声。好，现在颁发讲座。也请部长先行回座，现在有亲友要送花的可以赶快到台上来。哇，今天好多人都是为了院长特别从南台湾过来。肝脏移植30多年，换肝累计了1400多例，是全世界换肝存活率最高的。那么拍照的话，我们待会会有时间哦。现在请亲友一起上来献花，所有人一起上来献花，来，谢谢。待会儿呢，在活动最后我们会有时间来拍照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院长这边请。看到院长的笑容，就觉得好温暖哦。院长最近很红的哦，我在报纸新闻都有看到你政坛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院长的新闻。不过院长不要紧张，我不会问你这个敏感的问题。我要先请教授，今天拿到了特殊贡献奖，您心里头有什么话想说？我想我特别要感谢台湾的医疗环境跟健保制度，让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医疗专业，为我们国人提供高品质可进行的医疗服务。那么让我们不只是在国际间那么受到非常高度的评价，而且行有余力，我们可以一圆国际，那么善尽我们的国际社会的责任。因为我一直认为医疗是救人的学问，本来就不应该有常识的观念。台湾的医疗能有今天，也是因为过去我们有机会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那么今天我们有可以走出去帮助的，或者是让别人来学习的，那么我们就要毫无保留的来回馈国际社会。所以院长呢，刚刚部长也提到了医疗外交上真的您着力非常深。马总统就曾经说过，您对台湾医疗的贡献，还有呢这种受尊敬的程度，大概哦不亚于奥运金牌选手了。但您真的很辛苦哦。今天在颁奖典礼之前呢，我也跟院长聊得好开心。他说呢，他礼拜一跟礼拜五是看诊的，2、3、4马拉松开刀，6日没有休息哦。一年呢，他控制一下出国的次数，不要太多，因为要陪家人，不要太多，一年还是有20几次。院长辛不辛苦？好、哦，院长很辛苦哎。那这么辛苦，什么力量让你持续的继续努力？
不过我想，像我们做外科的工作，我也常常跟年轻医师勉励，我说外科的工作虽然比较辛苦，因为工作的时间长，压力大，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在你的努力之下，不但可以恢复健康，而且可以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回馈这个社会，我想你可以从这种救人活命的使命感跟成就感得到最大的快乐跟满足。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要特别强调，三十几年的耕耘多是团队共同的努力的成果。那么我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团队同仁，在座有我们王世和主任、林志德主任、林灿勋主任，还有这个郑汝芬教授，还有我们整个团队同仁，大家的共同努力。对，当然还有家人的支持。我正想问哦，家人在哪里？站起来好吗？家人，谢谢谢谢陈太太，还有女儿、儿子，让爸爸可以继续的在医疗上贡献。谢谢，我们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获得了特殊贡献奖，谢谢。真的是很开心也很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是个人医疗奉献奖，让我们欢迎颁奖人监察院院长张博雅，欢迎张院长。即将颁发的是个人医疗奉献奖，林瑞祥教授。在行医60多年，林教授被誉为糖尿病卫教之父。林教授舍弃了国外终身教职的优渥收入跟地位，返回台湾力推糖尿病照护。受到他诊治过的糖尿病患者是不计其数的。林教授开创众多糖尿病的照护模式，包括了创立全台第一个糖尿病防治中心，建立团队照护模式，以及训练基层诊所医师，还有创设糖尿病患共享门诊以及糖尿病卫教协会。处处都可以看到林瑞祥教授积极投入的身影。从台大医院退休之后的他仍然没有停下脚步，除了深入后山的台东圣母医院为原住民提供诊疗，还协助成立了辅仁大学的医学院。现今85岁高龄的他仍在更新医院手执听诊器，他就是从不鞠躬，只想照顾好糖尿病病人的糖尿病卫教之父林瑞祥教授。请看 VCR。 好，今天的医疗奉献奖要带你来看的是在新北市更新医院院内担任分泌科教授的林瑞祥医师，专长是糖尿病研究，从台大医学院一毕业就投入医界，已经快60个年头了。现在他一周都会开放一次课程，让病患和医护人员参与，教导他们更多有关糖尿病的医疗知识。胰管跟胆管，肝脏里面的胆汁合在一起。拿着道具和病患仔细解说医学知识。然后呢，分解蛋蛋淀粉，淀粉变成葡萄糖。道具成了医生最好的解说工具。他是林瑞祥，新北更新医院内分泌科教授，专长是糖尿病研究。不需要胰岛素，顶多撑4个小时左右。就后来就没有控制，那血糖就会开始上去。和病患细细解说病情，林瑞祥在民国46年踏入医生这一行。在波士顿当研究员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发明胰岛素的专家。他问我要不要到他那边去，所以我说，我隔年我就准备回台湾，那我先去加拿大1年。看一看。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16年，期间他担任糖尿病研究员，也因为如此他把胰岛素的使用引进台湾。他很早就会让病人知道说，为什么我要让你使用胰岛素，他真的要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就可以比较愿意去接纳胰岛素。他经过什么，我们推下去以后要到哪去，
林医师还会定期帮病患和护理人员上课，学生们认真抄笔记，把糖尿病专业知识统统抄下来。也因为林医师的奉献，让病患对糖尿病有更多的了解，也知道该怎么照顾才是最好的方式。TVBS 新闻，谢谢员陈友荣，新北市报道。欢迎个人医疗奉献奖得主林瑞祥医师上台接受祝福。85岁了，糖尿病卫教之父，对台湾的糖尿病照护还有共照网人才的培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由部长来我们颁发这个奖项。林医师从台大退休之后呢，没有停下脚步，甚至到了台东后山为原住民诊疗。谢谢，我们谢谢院长，也请院长回座。恭喜林医师，现在亲友要献花的，赶快上台。来，亲友要献花的。我是病友。哪里来的？台东圣母医院。台东过来的。好，来献花。哦，你看修女直接把布条拿上来了。更新医院林瑞祥教授获奖。谢谢哦，今天大家真的是很热情。好，看前面笑一个哦。OK， 好，谢谢，谢谢。我们待会儿活动结束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拍照时间，让大家跟得奖者来合照。林医师这边请。恭喜林医师。谢谢。林医师，您几岁了？我现在是83岁半。83岁半。还在看诊，对不对？是。还在看诊哦，林医师耳聪目明，健步如飞啊！大家看得出来他83岁半了吗？我觉得这应该要翻过来哎。大家觉得林医师几岁呢？38岁，这样有没有很开心？好，真的非常感谢哦。83岁了还在看诊，而且有时候会到东部去。我知道您早该获奖了，好几年前在台东的医院，台东圣母医院，大家就想要推荐您，但是您那时候落了一句狠话，您那时候说了什么？你如果推荐的话，我明天就辞职了。哦，如果推荐的话，明天就辞职哦。所以其实林医师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早该得这个奖项了，为台湾医疗奉献了60年。那么医疗奉献奖今天拿在手中，有什么话特别想说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那我，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照顾，糖尿病的品质还有待努力改善，所以我们希望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去改善，台湾的这个糖尿病的照顾的品质。那现在全世界，比如说包括美国，照顾的品质不是很好，还需要很大的空间可以改善。刚大家在影片当中，我看到林医师甚至用游戏、用桌游来教病人，这一点真的给林医师很热情的掌声。一直努力不懈，用尽各种方法。您刚说台湾的医疗还需要再改进，所以你的意思是83岁半要继续往前冲吗？是，真的，这样能够。好，我们希望林医师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可以陪着我们台湾的医疗走得更长更远，好不好？谢谢，谢谢医师。每一年都有这些非常感动人心的故事，所以每一年我这个时候就特别爱哭。好。
好，接下来呢还要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那么接下来由第25届的这个是医疗奉献奖评委黄荣孙主任委员为我们介绍得奖者。我现在介绍李仁智医师。李仁智医师目前在华联慈济医院，他是一位行医近30年的很具有代表性的坚持临床医疗以及公共卫生防治的医界的楷模。两件事情，一件是他我们这个结核病在华东是很严重的一个传染病，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坚持把药送到病人的手，还要看药进到病人的口，所以他救治了非常多的结核病的病人，而且他累积了多年的 X 光片，把医疗的文献等于是整理出来，一棒接一棒的来做好结核病的防卫的工作。第二件事是在2003年，他担任宜兰、花莲还有台东的防煞的指挥医师，创造零发病的记录。所以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让他变成是一位在花东坚守对抗结核病以及防煞防线的代表性的人物。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VCR。今天的医疗奉献奖要带你来看到，在花莲慈济医院担任胸腔科的主任李仁智医师，专长是研究肺结核病，投入医界29年，对于这种空气传染病他毫无畏惧，而且敢接触，对病患尽全力医治。李仁智医师说，这就是他的从医目标。看看这两张有不一样吗？早上9点，医师、护理师全都在电脑前盯着 X 光片开会讨论。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表示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他是李仁智，花莲慈济医院胸腔科主任，专长是研究肺结核。东部地区是结核病最严重的地方，所以就来这里工作。民国75年开始踏入医生这一行，总想着服务病人，成了他工作29个年头的目标，也是初衷。基本上我们要把这个带上去。肺结核病会借由空气传染，每天巡视病房，口罩就是必备品。好，再加油，你剩下10天而已。李医师对病人很亲切，很和蔼，很可亲。1945年，每10万人就有300人是肺结核病患。医疗进步到了2004年，下降到4.23人，但华东的病患数字仍是高于平均值。现在李医师带领团队执行进阶督治计划，挨家挨户送药监督治疗。那以前呢，没有这样子做的话，病人大概有30%的病人会跑掉。就是他吃到一半，他就不愿意再吃了。治疗成功率提高到77%，也改善了医病关系。李医师坚持追着病人跑，将心力全部奉献医疗。TVBS 新闻李王胜、谢品花莲报道。欢迎追着病人跑的李仁智医师接受祝福。因为李医师的努力，让花东的结核病呢，现在控制的已经越来越好了。我们也请主任委员来我们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李医师说，行医30年，他觉得医师一次只可以医一个人，但是好的公卫政策一口气可以救好多人，所以他就这样一头栽下去，一直到现在了。谢谢，我们也谢谢颁奖人，颁奖人先回座，现在亲友可以上台来献花。哎，来，据说隔壁的是李太太。这位是李太太，抱一下，抱一下。
好，谢谢，谢谢。来，林医师，恭喜林医师哦，辛苦您了。送药到手还要看药入口，为什么还要有最后这个步骤，一定要在你面前吃药才行？结核病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呢它治疗时间比较长，至少要6到9个月。那所以呢大家以为病人都很听话，事实上不见得能够 很听从医生的这个吩咐呢，把6个月的药吃完呢，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在国外叫做一个监督治疗，但是呢我们不喜欢用监督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用关怀。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到病人的家里去关怀他吃药的情况，希望他能够把病医好。那这个传染病呢，你医好一个人，他就不会再继续传下去。对，而且您本身是台北人嘛，为什么会到花莲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一待20年哦？我想因为我是结核病的一个专家，那在台湾呢东部地区是结核病最猖獗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应该是我去服务的地方，再加上慈济医院那个时候刚好成立，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去了花莲。那花莲事实上是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来花莲。好，那得奖你有什么话想说或者想跟太太说？我在花莲慈济呢服务了20多年，那慈济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呢是感恩，所以今天实际上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非常感恩呢大家愿意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也非常感恩呢慈济医院的推荐，那最后呢非常感恩呢厚生基金会的肯定。好，那结核病防治工作呢算是有它的特点，那它是一个比较是很重要但是有点冷门，那是有点危险性的一个工作，同时需要长期的奋斗。我们以前写5年计划，我们正在执行10年减半计划，明年我们写个20年消灭结核病计划，所以呢这个需要长期的奋斗。那我这一路走来30多年，事实上我心中非常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那大家有共同的理想，所以呢大家携手合作。好，那事实上我这些朋友大概都有资格领这个奖，他对台湾都有很特殊的医疗奉献。我想我会所谓得奖呢，是因为我在东部偏乡服务比较久，那其他的朋友呢他们都在大都会，例如台北台中，甚至有人在巴黎上班，所以呢我想我是比较有机会得这个奖。那所以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事实上我把它延伸为这个在家靠亲戚，然后所以我在座有很多亲友们是从跟我一起从小长大求学一起欢乐的一些朋友，当然有他们的照顾呢在这几十年来都能够很顺利，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老婆。对呀，我就一直在等这个。太太呢？太太好，来，最重要的是要跟老婆说什么。我记得2003年 SARS 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忙得要死，到了中午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老婆说，今天情况很不好，我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办法回家。老婆说我在家里等你，你尽快回家。所以我那天还是很努力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解决掉，那天晚上还是要回家。谢谢，我们也恭喜李医师，也谢谢李医师哦。结核病是有危险性的工作，那么您在前线的努力付出才可以让防治的情况越来越好，恭喜李医师。接下来要继续颁发的是个人医疗奉献奖，那么欢迎颁奖人厚生基金会詹火生董事长，欢迎钟董事长。
谢谢凯云，我们这个张院长，蒋部长，还有在座各位的先进，还有我们今天的得奖组，我们厚生基金会呢，忝为这个承办单位，在25年来，我们见证了台湾医疗的进步，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每年在这里颁奖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当我们社会大众觉得很多纷纷扰扰的时候，医疗奉献奖却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社会向上的力量。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联合报系、我们 TVBS， 还有我们政府卫福部的大力支持，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台湾是进步的。那么以下我要介绍这位得奖组呢，我想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是我们黄务员黄教授，黄医师。他本身呢，他其实小的时候他是想当老师的，后来呢因缘际会呢，从此呢深耕小儿科。他在马偕医院呢成立了各类小儿次专科，那么同时他本身呢也推动很多新的制度，包括设立全台第一间新生儿交互病房，以及24小时的新生儿检验室，另外也成立了早产儿基金会，来抢救早产儿及无数急重病的新生儿。同时他也成立了全国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也成立了国家级医学伦理委员会。所以他本身在行医之余呢，也建立很多这个制度。在没有仪器的时代呢，他练就了用手摸就知道病灶的触诊功夫。我不是医学院的学生，但是我觉得这是做医生的最重要的基本功。那行医43年，明年将退休的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触诊绝活传授给年轻的医师。那么他就是拯救无数个新生儿、早产儿生命的黄务员医师，请看 VCR。前卫生署副署长，也是马偕医院小儿科权威的黄务员医师，当年实施 B 型肝炎疫苗接种，还有亲力筛检的前驱计划，成功之后在全球实施，在全国实施之后卸任，他遇上了 SARS 风暴，更义不容辞的支援，还负责成立专责医院，照顾全台湾人的健康。你不要那么开心好吧？你看到爷爷就那么开心，跟病人互动像朋友一样。穿梭在病房跟诊间，马偕医院小儿科权威黄务员医师完全看不出来已经74岁。B 型肝炎推行的很成功，同时效果很好，可是最早最早的一个前驱计划是在马偕，那个时候是反对的声音很多啊，就说我们不是白老鼠。职业超过40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大胆在马偕医院执行 B 型肝炎疫苗接种，还有新生儿听力筛检前驱计划。马偕成功后才扩大在全国实施。另外，早产儿基金会最早也是由黄医师在马偕医院推动。我们觉得一条生命不能够说因为经济问题而不救了，想说如果能够提供一个经济的帮忙，我们也许可以帮忙这个早产儿，所以那时候马偕医院就成立了一个早产儿基金会。黄务员医师还曾担任卫生署副署长，卸任后遇上 SARS 危机，也义不容辞协助抗 SARS 成立专责医院。他回头一看，他直接认得我，他说：“那黄务员，你就来主持这个 SARS 的专责医院。我是忽然间血压力都来了。”回忆起来，一个动作一句话，找过谁帮忙都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是担任小儿科医师，还是进入卫生署服务，黄务员奉献大半心力，都在为国人健康努力。 TVBS 新闻林亚南、张志云、张允熙台北报道。欢迎个人医疗奉献奖得主黄务员医师上台接受祝贺，恭喜黄医师。行医47年，他是所有小朋友还有很多早产儿的守护神、守护天使。我们请詹董事长为我们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黄医师好多病人都横跨了3代，他
用摸的就知道病患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啊，说这样的触诊绝活要不断的传下去。谢谢，谢谢詹董事长。好，现在呢，我看到已经列队要来献花了，还有小朋友，来，要献花的，请到上面来。你叫黄复原医师，你没有叫他阿公哦。你什么时候开始找黄医师看诊？前年吧。好，来给医师献花，谢谢咯。好，我们待会儿活动结束之后会有时间可以拍照。好，谢谢黄医师这边，请恭喜您。哦，我要特别吗黄医师说一下哦，刚刚呢袋子里头说行医43年，黄医师说对是47年，对吧？对行医47年了，真的是救了很多的小朋友。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那我是感染科医生，所以感染科医生在救病人的时候都会在那个很短暂的时间判断能要救好救坏，就在那段时间，所以很多这些过去罹患很严重细菌感染的病人，现在活过来或者长大成人的时候会回来谢谢我。那所以现在你大概看了几代了，有没有他们的小孩啊或者是什么也过来找医师？我现在看的病人有，当然是年轻的小孩子比较多，小朋友，可是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他们的爷爷带来，爷爷是可能是我过去的病人。哇，三代的医师哦。好，那今天拿到这个奖项，马街今天就有一个布条说你是马街之光，得奖有什么话特别想跟大家说？呀，这要感谢，这个得奖是上帝的恩典，也是所有马街儿童医院的同仁这个团队，尤其是我的同伴，好多那个主治医师跟护理师，还有要感谢我那个不离不弃的太太。哦，太太在哪里？哎，有什么话想要跟太太说？呀，假如没有她的支持，我可能老早就跑去开业了。所以要感谢黄太太，让这么好的医师继续留在马偕医院里面照顾这么多的小天使们，对不对？对。好，黄医师，还有哦，你说你的触诊绝活要传下去，大家都知道你的儿子小儿科医师黄聪明，他有没有得到你的真传？有。哦，有哦。好，想要跟儿子说什么嘞？他未来在医界，尤其现在也是在这个医界上受到瞩目的小儿科医师。呀，因为我现在大概觉得现在的医疗跟我们过去的医疗有点不大一样，现在医疗会靠着仪器，可是 我年轻时代我的老师教我的是靠眼睛靠嘴巴靠手，我希望能够把我的经验传承给我年轻的同仁们，尤其是跟着我学的这些 fellow，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很喜欢这个工作。对，继续努力下去。对，因为圣经上没有退休这句话。黄聪明医师来快步下台一下。好，来，我要请教一下，恭喜黄医师哦。来，黄聪明医师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的？爸爸在你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一个医生在训练过程要有一个 role model， 一个学习对象的话，我父亲绝对是我心中的偶像。偶像，谢谢我们恭喜两位哦，这个恭喜黄医师，然后很高兴在台湾又有一位小黄医师继续照顾我们全台湾小朋友的健康，谢谢您，恭喜。接下来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那么有请颁奖人联合报向国林社长上台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合报系从民生报开始啊，到联合报啊，这个跟立法院后生会主办医疗奉献奖，到现在一共25年了。在这个25年的岁月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停止感动过，尤其是在每一年颁奖的这一天，更是除了感动之外，充满了喜悦。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位医疗奉献奖得主他是担任屏东东港安泰医院执行长的苏祖荣女士。苏女士的父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医师，她原来在台北的台安医院服务，可是她跟着她的先生离开了舒适的环境，到屏东的东港落地生根。到了东港以后，她马上看到南北之间巨大的医疗落差，所以他决定由小朋友开始着手深耕校园的口腔教育。为了改善当地孩子的口腔健康，自愿在东港的各个国小担任住校牙医，帮学童做口腔检查，而且推动学校建立一套口腔预防保健的作业程序，确实从孩子着手，要求学校家长配合。各位如果看到今天我们做出来的手册那么里面有介绍苏医师的严格跟严谨的要求那么2年前他更开始到屏东特教学校驻诊，教导刷牙的技巧跟进行简单的治疗，他持续服务了22年，身影几乎遍及屏东。他说自己就是一直做，但是要做就要做好，就是这一点，他的坚持让他获得今年我们的医疗奉献奖。我们来看一段录影。医疗奉献奖为您介绍是屏东安泰医院牙科主治医师苏祖荣，出身医生世家，25年前跟着丈夫回到了医疗资源缺乏的东港服务，投入了社区卫教。他也打造了特殊牙科门诊，每个礼拜亲自到特殊学校为200多个身心障碍孩子服务。特殊教育学校的牙医诊疗室里，总不时会传来这样的声音。还有一个东西会一直在你嘴巴里面，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要吸水的，可以吗？面对这群身心障碍的孩子，理解能力强的苏医师会耐心解说，循序渐进解除他们的心防。遇到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还要教导妈妈如何帮他们刷牙。对，要刷得很好。其实他比较有耐心，他可以去安抚小孩子的情绪。妈妈及生物眼中最有耐心的苏医师，出身医生世家，爸爸跟兄弟姐妹都是医生。他在25年前放弃了台北先进医院牙科主任的职位，跟着先生返回他的故乡东港服务。病人完全没有口腔卫生的观念，他吓到了，用心投入社区健康营造计划，还亲自到没有牙医驻诊的小学，免费为学生检查进行卫教。平常是躲在角落里面，不太容易被照顾到。一名20几岁的自闭症患者从没刷过牙，因为满嘴烂牙感染引发败血症，让苏医师看到身心障碍者的需要。7年多前，他打造了特殊需求者的牙医门诊，训练一支最有耐心的团队，并且每个礼拜都亲自到特殊学校去为200多名的孩子服务。没有补助，他就提供义诊；设备坏了，他就想办法协助修复。在我还有能力、还有体力、还可以帮忙的时候，应该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TVBS 新闻叶凤达屏东报道。热烈掌声欢迎苏祖荣医师上台接受祝贺，恭喜苏医师，过去22年，他为了牙齿保健向下扎根，在屏东各个学校穿梭努力。我们由社长为我们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
是说没有钱他也会照做，而且要做到最好，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我们谢谢社长，也请社长回座。那么现在要献花的可以上来。海角七号的地方去照顾很多小朋友的口腔健康，谢谢。恭喜苏医师，真的很辛苦哎，在海角七号屏东的地方，一个一个国小去努力向下扎根，而且后来呢，还帮特教生辅导他们刷牙。怎么会想到要在特教生这一块耕耘？那是一块比较少人愿意投入的地方。那我也许比较有时间吧，或者比较有资源吧，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福分吧，应该是说我很感谢父母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愿意去奉献，那这样的行为可以让我自己觉得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感动吧。而且在跟小朋友接触的时候，得要唱歌，得要说故事，帮他们绑上一些束缚板的时候，得要跟他们说你要变身成为变形金刚哦，要乖乖的，要想好多的方法跟他们沟通。在照顾身心障碍的学童的时候，你会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要更谦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完整的语词来表达他们的疼痛或者他们的感受，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谦卑，然后用真正的心去体会，然后用手去拥抱跟体验他们所要表达出来的。透过这样的会让我学习到更多更多，这是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谢谢，我们也恭喜苏医师今天获得了个人医疗奉献奖，感谢您为所有特教生还有所有小朋友的努力跟关怀，谢谢您。在台湾就是有这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才可以让台湾越来越好。那么许多医疗奉献奖得主，他们都是远从他乡漂洋过海来到福尔摩沙这个小岛，在这边耕耘了数十年。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个表演团体呢，也是如此，印第安安第斯乐团，来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很特别哦，因缘际会。他们呢来到台湾之后，跟很多在台湾奉献的神父修女外籍医师一样，爱上这里了，住了下来，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甚至在当中呢有几位成了台湾女婿。那么现在台湾对他们来说是第二个家。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印第安的安第斯乐团。今天大家看到他们的造型哦，非常的特殊，待会儿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哦，所以待会儿请大家也可以随着他们的音乐，随着他们的歌声，然后在这个最自然轻松的情况之下，开心的在这个午后，他们要用空灵飘渺的乐音带你穿越时空，把时间交给你们喽，大家的掌声。
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 We are Los Andes Group. 我们是安迪集团 from Bolivia.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show everyone our music. And we can join all everyone to be one heart like you, everyone here.Yeah, 我们是安迪阶段，然后呢，我要跟你们说，你们大家都是一个，你们是很伟大的人，因为，你们做的事情，在世界上，希望全部的人可以看到。谢谢大家，谢谢。We love Taiwan, we love all of you do it in this world. Hope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do more.Thank you so much. 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安第斯乐团带来热情的演出，他们的歌声还有他们的舞蹈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力量，再次用热烈掌声谢谢他们。今天在我们第25届医疗奉献奖的会场呢，那么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医疗前辈来到现场了，就在舞台的前方，我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哦。这是我们所尊敬的历届得奖者。那么首先要介绍的是第5届的毕耀远神父，欢迎神父。还有第6届的郭慧二。要来欢迎第12届的叶秀珍医师，第14届的方秀仁关怀师，都是我们若瑟医院的，还有第16届的蔡孟宏医师，第21届的曲立浩医师康丽也来到现场，还有第24届的杨三医师康丽，哇，好，我这边呢，因为我看到毕耀远神父来，我真的好开心哦。毕耀远神父他，来跟大家问个好。好，谢谢。神父，你来台湾几年了？我在这里63年。63年呢，你从哪里来？我从荷兰来。从荷兰来，第5届的医疗奉献奖得主，那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要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吗？我想很重要，是我们台湾一定要一个很大高的标准为医疗的服务的服务。但是我作为欧洲人，我看看欧洲 arrive at certain 角度，后来下去，哎，我喜欢台湾可以注意保留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辈辈先生最重要，我们的医疗要服务。医师说什么？神父说什么呢？神父说呢，他很喜欢台湾。我听到的，他说呢，台湾的医疗越来越上去，他觉得欧洲的医疗越来越下去。然后他说，这是因为全台湾人的努力，还有这么多的医师一块努力，才可以让台湾的医疗越来越往上。大家再给毕耀远神父热情的掌声。63年，真的好不容易，抱你一下。真的好让人感动，63年来自荷兰的神父，还有好多好多从海外来的修女、神父、医疗人士、深入偏乡的人，不断为台湾贡献。大家要把这份爱，还有今天心中的感动，记着把它散播出去。那么我们呢，也要在今天很感谢所有的评审团哦，请评审团起立接受我们的致意，感谢大家伤透脑筋喽。那么今年的评审团非常感谢你们，还有我们呢也要感谢我们的访查员，我们评审团可以先坐下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感谢第一线的访查员，非常辛苦哦。他们呢经过了访查员训练营的严格训练之后脱颖而出，而且这次都是他们深入去很多地方，然后去了解挖掘这些故事出来的，所以也请立接受大家的掌声。哦，年轻朋友在那里，来挥挥手。好哦，这个第7届的访查员训练营要一届一届的办下去，而且现在呢，还有针对史怀哲2.07年返乡深耕台湾计划，也就是要让全台湾有更多爱的生力军可以继续的传承。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颁奖喽，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我们要再度欢迎颁奖人，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第25届医疗奉献奖的评委会的主任委员黄荣村，欢迎您。我现在要介绍李松青医师，他是这次得奖人里面最年轻的男生。
因为还有更年轻的女生。李医师他从国防医学院毕业以后，就在澎湖从事医疗工作，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0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至少开了2000次的刀。那他有几件很重要的功绩啊，可以告诉各位。第一个，他也是二级离岛脊背的专业医师，可以说是脊背岛呢，他大概是第一位的这专业的医师。他经常要摸黑赶路去看望病人，所以在摸黑之中，有时候也会受到感染，他还要自己挂点滴打点滴来医自己的病，这精神非常可佩。澎湖他也经历了 SARS 的风暴，澎湖在那边他也经历了2次的空难，他都要积极参与急难的医疗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坚守他的岗位，继续来奋斗。在去年他军职届满退休，但是他仍然留在澎湖来贡献他的最挚爱的乡亲。有一段话我一定要按照原字念出来。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在匮乏的环境里面坚守本分、奉献专业，而且可贵而且可敬的。他就是爱上澎湖风土、守护20年无悔的李松青医师。请看 VCR。离岛的繁荣程度比不上大台北，不过在澎湖三总医院的副院长李松青医师，他却愿意留在澎湖为当地的居民做更好的医疗服务，甚至原本不会说台语，他为了跟病患沟通学台语，渐渐的也让医病关系建立出一份特别的信任感。这就是这一台的感。门诊时间，李医师和病患解说骨头的每个异状和变化。这个韧带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是撑开的。他是李松青，民国79年毕业于国防医学院，84年调派澎湖支援临床外科和骨科，原本3个月后就可以调回高雄，但澎湖医疗缺乏，让李医师自愿留下，到现在已经在澎湖当地服务将近20年。不过你真的很勇敢。我本来就很勇敢。你超级勇敢。细心上药，这位病患7年前因为一场车祸成了李医师的固定病患。当时他还只是个7岁大的幼稚园孩童。脚是弯曲成90度的，我那时候直觉是完了，他这条腿可能保不住了。经过不断的植皮、清创，还有感染风险，小妹妹这条腿才捡了回来。我们跟他讲说，你这只脚是我跟松青叔叔跟上天借来的。你好好的保护他。看着病患逐渐痊愈，是从医的最大成就。虽然这里的繁荣程度比不上大台北，但也因为澎湖的环境和人文文化，让李医师爱上这里，甘愿留下来，给岛上居民更专业的医疗服务。TVBS 新闻杨杰、谢佩澎湖报道。欢迎离岛的灯塔李松青医师接受这个奖项。医师到澎湖20年了，来，我们由主任委员我们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过去在澎湖好多小岛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师的，但他自己搭着船吐得乱七八糟，到现场呢看诊24小时不休息，还要自己打点滴。委员也恭喜李医师，那么现在亲友团可以上来献花。谢谢，我们也恭喜李医师。
实蛮有趣的哦，原本是到澎湖去支援三个月，哎呦，你一去就不回来了，支援了20年呢。澎湖什么魅力把你留在那儿？最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当初要回调高雄，我那时候就觉得高雄不会多我一个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当面第一个月就碰到海洋弧菌，我觉得我对病人之间的默契跟承诺让我不知不觉留下来的。那回头去看才知道啊，20年过去了。我们这讲实话，因为就这样子太投入了，每天工作，然后看着病人的快乐，因为我常常每个菜市场有时候假日第二线我会去采买，都会碰到我的病人。嗯，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我觉得离不开了。那你买东西的时候，他们应该一直塞东西给你吧？是不是这样？买一送一吧。这就是澎湖的人情味哦。而且李医师很孝顺，你只有在爸爸91岁生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短暂的离开澎湖一阵子而已。是我那时候跟我前任县长报告过说，就让我任性2个月吧，照顾一下我父亲。我觉得，哎，我。因为我要退休了才知道我在医院20年了，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应该陪陪我父亲了？好像也觉得，因为我发现，哎，他不太讲话，哎，然后我觉得刚好老天的安排了。那其实今天我们澎湖公会跟我们医院提名我，我觉得功劳不是我一个人啊，还是很感谢我们卫福部重视我们澎湖离岛的医疗。然后虽然我们那边地广人稀，一旦发生车祸都是高复杂的骨折，那这些病人现在年纪也大，那还有我们那些我们那是高龄化的社会地区，我们65岁以上的乡亲占了18%以上，那常常有骨折，那在骨折率1年之内如果没有好好的 home care， 大概20%会再发生，那这些都变成我长期关心的心里头的负担。那我都觉得我留下去，不管我是在医院，或者是我选择在我医院附近我选择开业，我都想再买一些更好的设备，在我能力许可的时候。哇，李医师真的好让人感动。而且他均职退休之后继续留在澎湖，其实在早上聊的时候他也一直说，哦哟，最感谢的就是家人。所以今天家人有来吗？在哪里？有我的太太，还有我弟弟。哦，我很感谢我弟弟。哇，大家就跟着你到离岛去了。太太这么久的时间，有什么话要跟太太说？谢谢你对我的包容。其实我们外科医师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回来对你大小声，我很抱歉。感谢太太的包容，然后李医师这么努力继续留在澎湖，最后得奖感言还有什么在澎湖想要达到的目标吗？我在这还是像陈院长讲的，我们还是很感激我们中华民国的健保制度，尤其我们偏乡地区一些经济收入比较困难的，在健保的大伞下都得到最基本的照顾。好，那当然我会愿意，因为我在那边手术那么多人呢，有的是小孩在那边大人了，那有的是爷爷奶奶，然后传承变成一代两代，我们也都这样接续看下去。那很感激我们的健保制度能够照顾到比较弱势的族群。好，那也希望卫福部继续重视我们离岛偏乡的医疗，很谢谢，真的是很感激。好，谢谢，恭喜李医师，恭喜您，谢谢。您说健保制度是大伞，而您自己就是在澎湖的那一张大伞，照顾着所有人。谢谢，恭喜李医师。接下来要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来欢迎我们的颁奖人 TVBS 电视台执行副总廖福顺，廖志富，欢迎您。
TVBS 有幸能够参与这项活动，我信这是神的恩典。那同时也要感谢主办单位立法院后生会跟联合报的一个推荐，让我们能够协办这项活动，让 TVBS 有这个机会能够向全台在医疗行业上医疗行业上有贡献，非常有贡献的人医们致敬的机会。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个人医疗奉献奖的得主是专门为偏乡的父老过目睭的许明牧医师。他现在是门诺医院教学及社区副院长，还有眼科主任。那他跟门诺的结缘也很特别，是在2000年的回国的机场上面，他碰到了门诺的募款团队，跟他募款，那他心理上就埋下了一个，我没有钱捐的话，我是不是自己到那边去服务呢？那结果他到了偏乡以后，到了花东，那看到偏乡地区这个医疗眼科的这个医疗的匮乏，那他就投入了这个第一线的行列。据资料上所载呢，是他用一部7人座的车，把门诺的一些验光的器具、眼镜就搬上车，然后一块黑布加上一些夹子，还有简单的桌椅，就在东部地区上山下海的这个开启了临时眼科诊所。那他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啊，这个把到处呢都变成一个诊所，为居民筛检视力，然后做定点的义诊。那他自称为双枪侠啊，那但是这个资料上并没有很清楚的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VCR， 许明牧医师，请看。您听过行动医疗车吗？花莲门诺医院医师许明牧有感于东部的偏乡地区老人常常忽略了眼睛的疾病预防，因此推动医疗车到偏乡免费义诊。帮孩童做视力健检，医师许明牧下偏乡做公益。我们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开始就是我跟你讲，一开始其实在做筛选，就是眼镜跟药水就拿一个手提箱这样拿着。矫正用的眼镜也要带来，因为偏远地区连眼镜行都没有。他如果发现他们视力比较，譬如说有问题，一般都要到花莲去就诊。所以我们就开一开始就用所谓免费送给他们。门诺医院的眼科医师许明牧，1990年在东部推动视力保健巡回车，从视力筛检到预防，落实偏乡的医疗服务。开学的时候会做，比较方便，当然方便，不要坐车到花莲了。替居民免费义诊，也带领自己的学生一起参加，身体力行。还有小鸟，你看，你要不要小猫咪？还是要小狗？模仿动物声音，从小孩到老人，常常和病患抹钢筋。从医快40年的许医生，推动医疗巡回车，用技术、知识和关怀进入社区，落实偏乡治疗。TVBS 新闻李旺生、谢佩花莲报道。热烈掌声欢迎个人医疗奉献奖得主许明牧医师上台接受祝福。许医师是花莲门诺医院教学还有社区的副院长，我们由廖职副为我们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许医师深入了别人去不了的山区，一台车子、一个大夹子、大黑布，就像变魔术一样，让教会啦、公车亭跟学校都变成了医疗的诊疗所。恭喜许医师！好，我们谢谢廖职副，谢谢。也请亲友现在可以上台。哇，阵容浩大。势能防盲学会，好，
谢谢医师。徐医师，我先请教一下，来，我看到了，您今天除了讲座之外，立雄的背够几条？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应该是原住民对我的一种感谢吧。崇敬跟感谢，对不对？好，再给徐医师热情掌声。徐医师呢，在花东地区，台湾的后山哦。在山里头穿梭来去，而且遇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影带里头看到几招了，听说你会学的还不止这一些。因为我喜欢吹口哨，所以会一点口技。那跟小朋友接触，你要跟他们怎么讲，他不会害怕你。是因为我们是从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那其实进入幼稚园，他看到你他会害怕，他会哭，所以开始要跟他们建立感情，所以我们就从跟他们玩游戏开始，就是用一些口技的，比如说啊，有小鸟啦、啊。哎、欸，还想听吗？掌声一下。小老鼠是。所以你有一个绰号叫做。小老鼠叔叔。那这一个就是小鼠教小鼠叔叔的妈妈送的。哇。真的好感人哦，许医师，你的名字叫做许明木，那个木应该改一下。对，哎、欸，你有没有觉得爸妈有先知？怎样你可要做眼科，要顾目睭？爸爸是妇产科医师啦，哈，那我是跟他讲说，妇产科真的对我来讲，啊，不好意思，有点太辛苦了，啊，所以我就选择，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当眼科，是因为在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三军总医院的。我两年大夫，我有机会去那边服务，所以就当了眼科。所以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两年大夫。嗯，所以现在是在照顾后山，包括老人家跟小朋友的灵魂之窗哦。那么还有一点哦，您除了说会模仿像这个小动物的口技之外，您对说服病人非常用心，非常有一套。大家知道，在花东地区，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是做出力活，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眼科医师其实都很聪明，眼科医师其实只要有太阳或尽管没有什么太阳，他们也都戴墨镜保护眼睛嘛，对不对？是的。那您曾经遇过？有一个病例是什么状况？后来你还请神明来帮忙。其实要让一些原住民老人家戴眼镜有点困难，那尤其是戴太阳眼镜，因为大家会认为戴太阳眼镜是一种，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只有黑道的，我娘我告害去挂把镜，啊，所以有点困难。但是因为在东部地区很太阳大，紫外线很强。有很多是长了翼状锥片，有很多是白内障，又甚至有是黄斑部退化。那我们要建议他戴太阳眼镜，他就不想戴。有一次刚好是在一个庙宇，因为我们都是利用庙宇的教会的学校做筛检地点嘛。对。那一个老人家其实戴上眼镜他就看得到，那因为他有一点点白内障，会怕光，出去会有不舒服，然后有一点劳心黄斑部的退化，他就他不戴，他说挂这去用笑，挂这去用笑，挂这被种来去用笑。刚好庙外面有一个礼铁馆，哦，啊，不然哪一位人士把他戴上，因为他面西吧，那就把他戴个太阳眼镜。我就说，哎，你个看，那礼铁馆个在挂，你哪唔挂？新的在挂，你嘛在挂，我们看他保护目睭哈。所以你看，徐医师真的是非常用心哦，还用神明来告诉病人说，一定要戴眼镜，戴这个墨镜，用这样子的方式。最后我们刚刚呢，植父有提到双枪侠，哎，你的绰号有个叫双枪侠，哪两枪？眼科看眼睛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视网膜镜，因为它可以了解病人的屈光状态，因为大部分的眼睛视力不良，有6-7成是戴上眼镜。他的视力就正常了，就很好了，生活品质就会很好。那这个是视网膜镜，第二个是眼底镜，因为眼睛的疾病常常要看到眼睛里面去。那就刚才黄教授讲的，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得到最正确的诊断，在眼科也是有这两个东西，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疾病在哪里，我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在一届花东的双枪侠，我们谢谢，也恭喜许医师，谢谢，恭喜您。恭喜您获得医疗贡献奖。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有请颁奖人中央研究院的陈建仁副院长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
每次来参加医疗奉献奖，就是我最感动跟感谢的时候。这些医奉奖的得主呢，他们对于病人的爱心、耐心、牺牲和奉献，都是让我最感动的。我也赞美感谢天主，让台湾有这么多伟大的白衣天使。现在我要介绍的也是一位对病人很有爱心，而且长期服务偏乡的白衣天使，是一位医师，是赖林生医师。他年轻的时候看到他弟弟生了重病，他就有点感觉说，如果医好一个病人，不止病人受益，而且他全家也受益，所以就开始有了当医师的念头。后来他到了荣总以后，就选了很冷门的科，叫做风湿免疫科。那他发现呢，病人跟医护人员往往都束手无策，所以他自己也精进了他的医术，还有得到了博士学位。所以他从荣总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呢，就到了嘉义偏乡去进行这个风湿免疫科的治疗。他也是云嘉地区第一个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他在大林慈济医院也成立了过敏风湿的中心，他结合了治疗、追踪还有卫教，提供给病人全人的照顾。为了要普及风湿免疫的知识呢，赖医师呢也建立了卫教的资讯系统，强化了这个成效。除此之外呢，他也把他的爱心能够从偏远地区继续推广到国际，进行国际的关怀，积极来接受帮助这个受苦的人，让他们能够接受治疗以后走出他们的痛苦，带给他们健康、平安和喜乐。他就是投入冷门科别奉献给故乡20年的赖林生医师。让我们来看看他的 VCR。林慈济医院的院长赖宁生是全台第二位免疫风湿医学博士，却放弃在台大荣总任职的机会。他回到家乡，在偏乡服务长达20几年，还致力于乡间患者的卫教，推动人本医疗精神，让人感动。我想是越来越好，加油！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如此鼓励病人。走进偏乡，也不忘给好不容易站起来走路的婆婆大声喊赞。与病人对话时总是流露关切之情，他就是赖宁生。皮肤都是紫斑，那一直结血便，那时候几乎是医师都把他宣布是说没有效。弟弟6岁时得了紫斑病，让8岁的他立志学医，取得全台第二位免疫风湿专科医学博士学位后，爸爸一句“你离家25年了”，让他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大林服务。经过半年之后，结果却发现这个小女生已经往生了。8岁女孩因为父亲迷信香灰治病上升，让她很震惊，决定成立风湿免疫检验室，并投入卫教。自己的薪水就拿出这个这个技术员的薪水，自己聘任请了这技术员。那仪器在哪里？就跟仪器的厂商借了仪器。他形容返乡是张单程票，20几年过去了，现在资源有了，技术进步了，他还有更大的愿景。要以人为本的一个医疗，要让病人他有一种温度的感觉，这个医疗真的是有入他的心。请听病人的声音，将心比心，让人心人数的赖院长持续在岗位上勤劳不懈的工作着。TVBS 新闻王少宇嘉义报道。热烈掌声来欢迎得奖者赖宁生医师。大林慈济医院的院长，那么他建立了全台第一套免疫风湿疫长期的追踪系统。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几乎365天全年无休，看诊之外呢，更做研究，变成了免疫风湿疫的权威医师。谢谢副院长。那么，来，现在有要献花的，这个时间可以上来哦。医师会行医，其实跟自己家庭背景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当时弟弟被救治了，所以你当时就说，医师不止救人，还救了家庭。你现在救了好多的家庭，也拿到医疗奉献奖，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啊，因为免疫风湿科应当是40年前应当是比较出发的科了，因为在我学医的过程，免疫学只有4个小时，那更不用说民众对这个病的一个认识。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民众的需要跟知识的刚刚开始起步，所以我们才慢慢投入这个领域。那当然要是弟弟的问题，才知道说哦，这么严重的病，原来就是免疫病，所以毅然决然就是走免疫的一个系统。对，其实，在今天所有的得奖者，所有的主角，有一颗有非常好的医术，还有一颗非常非常温暖的心，而且更有非常棒的头脑。像我们赖医师也是哦，为了要劝一位农民赶快开刀，他当时不肯开刀嘛，什么状况？你们当时整个团队都要帮他下田去了。是，这个云嘉地区应当是比较单纯的哈，比较单纯的。那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他本身有糖尿病，又有蜂窝组织炎，但是他不晓得这个问题多严重，他只担心他的家里那个蒜桃田还没有收，要收成蒜桃就重要。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在我们这个云嘉地区是很普遍的。那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说，就骗说你先进来住院，你的蒜头田呢、啊，我们全部的整个团队来帮你收，就这样把他骗进来住院。结果隔天打电话去给他的小孩子，他说啊，他妈妈记错了，还要一个礼拜才收。可是家人很感动，对不对？是啊，他的儿子哭了。那有什么话想要跟家人说吗？家人在这段时间也一直跟您在偏乡很多地方不断的付出。这20年来，每一天晚上要看到清晨2点钟的门诊。那我的家人，这个太太需要照顾小孩，但是她总是在玄关点一盏灯，到后来我才知道说，这盏灯就是代表我在等你。那我在这个地方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太太在哪里？大家也用热烈掌声谢谢赖太太。那就我想，这是一个风湿病，是一个很复杂的病，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他必须要是整个团队，包括卫教，包括营养，包括复健。我想感谢有这样子一个团队，这20年来，最重要是要感谢慈济医疗的，他的中心理念叫做人本医疗。我想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支持。谢谢，我们也恭喜赖医师用人本医疗医治了很多需要长期看护的病患，恭喜，也谢谢赖医师。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那么有请呢，颁奖人是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陈科秘书长上台为我们颁发。大家好，我看到医生护士上班都是穿白袍的。我现在介绍这一位，他除了上班以外，下班也是穿白袍的。那是第25届医疗奉献奖个人医疗奉献奖陈美惠修女。深受德蕾莎修女话语的感动，因此她走上了献身之路的陈美惠修女，为了服务偏乡居民，创立了番路乡圣光诊所。与坚持赔钱也要做的阿里山医疗站，创设全年无休息的门诊服务，以各村的巡诊投入原住民部落社区健康营造，推广戒烟戒酒与预防保险卫生讲座，使山区居民有效地降低了罹患肝病与三高慢性病的比例。圣马尔丁医院医疗服务使命由华淑芳修女翻开扉页，并在陈美惠修女的手中渐渐地茁壮。她为了专业勇敢地进行医师大换血，为了改善医疗环境，她成了第一位向银行
贷款的修女，不断朝向发展连续性及完整性的健康照护与长期健康照护服务而努力，深耕嘉义，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他就是开创修女贷款先例，打造嘉义医疗堡垒的陈美惠修女。我们观看这段 VCR。嘉义圣马尔丁医院的院长陈美惠立定终身服务奉献的志向，他推动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教育还有社会福利工作长达44年。来看他的故事。陈美惠，你好吗？巡视病房总是鼓励，总是问候，甚至还会帮病人按摩。好，加油！她就是陈美惠，18岁进入修女会，终身追随基督奉献服务的精神，教会把她送到美国学习医院管理。29年前，她回台接管圣马尔丁医院，当时病房设备老旧，为了提升医疗品质及工作环境，她成了第一个开口借钱重建医院的修女。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医院规模扩大，她组专业团体管理，住在修女宿舍，以医院为家的她，挂心的还有医疗资源缺乏的山区，于是他成立了赔钱也要做的阿里山医疗站。山上呢，确实要等到医师来才可以生病，病人感到非常不忍的一个事情。他带着医师上山义诊，带着学生做卫教，现在24小时服务、全年无休的医疗站，已成了居民健康守护及紧急救援处。这从一个家庭里面，3个小朋友都是在台风天就要生产的，妈妈来不及送下山，就在我们的医疗站诞生了。失智老人、外籍配偶、弱势族群都是他关怀送暖的对象。要让医护人员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他还成立舒压中心。要加油哦，在不？以全人关怀的角度，陈院长持续以基督博爱的精神穿梭在每一个需要他的角落，默默奉献着。TVBS 新闻，王少宇加以报道。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得奖者陈美惠修女。圣马尔丁医院的院长陈维修女44年，每天都在奉献。我们由陈秘书长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恭喜陈美惠修女。我们也请所有的来宾往后看一下，这根本是演唱会的规模嘛。看后面还有这个灯，哇塞，陈院长。陈院长抱一下。恭喜你，这是我们第几次见面了？在医疗奉献奖第4次。真的？那我几次都陪我的同仁和华修女也来过。对，医疗奉献奖。对，因为嘉义圣马尔丁医院呢，包括了华淑芳修女得过我们个人医疗奉献奖，还有你们之前也得了团体医疗奉献奖。过去是陪着华修女来，还有陪着领奖，今天自己成为主角，有什么想说的？我看你眼泪快要掉出来了。帮修女加油。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美丽的成果是很多人一起来努力而得到的一个美果。那今天这个荣耀，我觉得最大的功劳是来自圣马尔丁医院，还有我们同仁护专的所有老师以及圣马尔丁医院的同仁一起努力的
一个美国。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非常的以你们为傲，这个光荣是属于你们的，真的感谢你们，只有感谢。我们要一起加油再加油，好吗？刚刚就特别提到说，别的医师下班把白袍换下来，您下班没有下班时间哦，都是一直穿白袍。我以医院为家，那当然喽，这就是我的制服啊，也是一种标志。我是修女啊，所以啊，这是我们修会所代表的修女们的一个制服一样，所以每天我穿它，穿上我的爱心，穿上我的责任。还有院长，其实呢，在今天早上跟院长见面的时候，院长说：“啊，你卖本子啦。”院长有一个第一，就是为了什么原因你去借钱，跟银行借钱，然后宁愿自己背债。学会的一个机会呢，给我到美国去念书，念医院管理硕士。那回来以后，我看到了我们原来华淑芳女士修女她所建的这个旧的医院呢，老旧了，而且我们的医疗环境需要很大的改善，所以决定我们一定要找一块地，然后盖一个有医疗水准，然后给我们的员工有一个优良环境工作的地点。所以我开始跟华修女跟所有的工作同仁开始努力，我们梦想，我希望那个梦能够圆梦，使我们有一个合乎水准、合乎医疗水准的，还有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优良环境的医院。但是我们没有钱，那个医院老旧了，因为修女以前的修女不让做行李了，只会就是散播爱心，这是最最最好的。可是呢，现在的医疗呢，不是像以前那么的简单，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设备、足够的人力，还有一些这个病人所需要的东西都要提高这个水准的。所以我们的小小医院才128床，小小医院呢怎么能够满足医疗的需求呢？所以我们开始做梦，我们梦想有一个合乎水准、合乎我们所有病人需求的设备的一些医院，优良的医院。那我们就开始祈祷，那开始没募款，可是我们的募款不够。你们都知道哈，盖一个医院不是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对不对？哦，一定很多亿。但是听到那个亿，我都吓死了哈！所以我们在帮他救急哦，因为从来修女不会去给他欠钱或是借钱，真的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真的我很害怕，如果还不来怎么办？有那个我们有一个修女，两个修女是医生修女。我说恁两个较值钱啦，啊无啦吼，还袂出来吼，恁两个就去摕去卖吼，啊钱去啦嘞。他们今天也在场吼，我们的修女姐妹就是可以站起来一下。陈美竹医师，还有钟瑞荣医师，我们三个人在医院吼很努力。那当然华修女也是，因为她今天脚痛没办法来。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去害怕发着抖哈去借钱。那很快天主保佑哈，我们借的钱很快就还完了，现在没有欠债了。谢谢，我们也恭喜院长有爱心，而且非常有勇气，然后不断照顾在这个阿里山的居民这样子的院长。谢谢，谢谢你，也恭喜你获得个人医疗奉献奖。接下来还要来颁发个人医疗奉献奖，那么有请到的是立法院后生会的会长刘建国刘会长。好，谢谢。大家好。我要讲的前面跟陈副院长会一模一样，因为原本我是要颁给赖林生赖院长，但是中间有一段不一样。
我也是来自偏远的医疗刺激区的人民，所以那边还没有高铁，要等到10月以后才会有高铁，所以因为这样才跟陈副院长劝解，谢谢陈副院长。我要搬的是一般人都会称他叫白天使，或者叫美丽的天使，不过这个特别不一样，他叫做美丽又超年轻的三伯，产婆。吴东莹小姐，桃园市卫生所护理师，是阿里山周族人，她19岁从护校毕业返乡服务，成为助产士，成为有助产士证照的超年轻的三伯。在阿里山服务时，她担任着全村产婆的重责大任，有时一个人留守偏乡卫生室24小时待命，有时前往遥远的产妇家，历经漫长等待进行接生的工作。那在桃园市卫生所服务时，则以居家护理、安宁照护和癌症筛检为重点任务，努力地走入社区，提供咨询与防护的观念。30个年头，将青春岁月献给偏远山区及工位，不辞辛劳地推动节育、癌症筛检及登革热防治工作，始终积极进取，热忱不变，树立优秀服务典范。他说他会继续做下去，一直到身体无法负荷。他就是来自我们原乡的天使，也是最美丽、最年轻的三伯，现身工位30年，吴东莹护理师，请大家看 VCR。桃园市卫生所的护理长吴东莹奉献护理工作30年了。当年从台中护校毕业之后，19岁就到阿里山区的卫生所，24小时待命当助产士，大半的青春岁月都奉献在医疗护理。那你改天好了再请爸爸带你过来，可以吗？民众打流感疫苗还是预防接种，到卫生所来，护理人员都耐心处理。这里中央的，中央的，对，妹妹75岁嘛，对不对？他是吴东莹，正统邹族原住民，桃园区卫生所的现任护理长，投入医疗已经30年。当年从台中护校毕业之后，就到阿里山峰山村服务。19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产婆，一待9年，还得24小时待命。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做事真的很认真，然后而且他真的很聪明。转到桃园复兴乡卫生所之后，吴东莹在职进修，又待了11年，青春岁月都奉献山区医疗。到现在，因为社会人口逐渐老化，吴东莹的服务内容扩展到长期照护、安宁照顾和癌症筛检。桃园区算是我们全桃园市最大的一个人口数，然后可是因为相对的，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力是相对偏低的。医疗奉献30年，推动公共卫生，教育民众，过程中有甘有甜，但秉持着对医护的热爱和事业良心，即便可以退休，吴东莹还要继续走下去。TVBS 新闻廖宗信谢品桃园报道。欢迎得奖者吴东莹护理师上台接受祝福。他是在今年第25届医疗奉献奖唯一获奖的护理师，19岁就开始当助产士了。我们请会长来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个人医疗奉献奖。好，谢谢，我们请。会长先行回座，现在亲友可以上台来献花。其实卫生所不像医院等着病人来，他们反而要非常努力的深入各个地区，要大家打疫苗，要大家做癌症筛检等等，非常辛苦。谢谢，也恭喜护理师。恭喜你，19岁开始接生，对不对？对。你当时不会怕吗？那时候19岁分发到那个应该叫峰山的一个村落，那其实那个地方真的资源非常少。我第一次接生的时候，就手提着一个手提袋，那手提袋里面大概就是一个剪刀，然后那个消毒的那个桌巾之类的一个布之类的。
就是用很简单的那个道具帮民众做接生。那时候的心情呢？其实那时候的心情真的非常害怕，因为左右旁边没有人可以陪你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那时候的民众非常信任我，他觉得说你是一个护校毕业的学生，你有 license， 你应该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就真的是硬着头皮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了。我们刚刚会长一直说三伯，还好在山区哦，由您奔走，然后帮我们接生了好多的小天使跟宝宝。那么30年在偏乡医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啦，尤其对于一些在山区的老人家进行一些癌症筛检宣导的时候更不容易。你用什么法宝？其实癌症筛检这一块又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业务，因为其实在偏乡地区，我们是实际上直接带着自己带着一些所有的设备，可能很简单的，可能就直接到他家里去做那个抹片检查，所以不像在都会地区，你一定会去医院或诊所去做，那我们是实际到家里去帮他，可能看他房间有什么可以让他躺着就可以做检查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有时候真的要花很多心力去说服他，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没什么不舒服，我不需要做这样的检查。而且他们会就拍谁吧？其实拍谁会拍谁吗？我觉得那是观念，不是，那是观念上的一个问题啦。对，我觉得，所以有一次我就真的是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跟一个妇女，跟她在她的家里剥干净，大概剥了一个下午。后来她看到我的口红，就说：“那你口红给我，我就让你做抹片。”我说：“好。”很辛苦哦，要在山区推动。今天拿到这个奖，而且您是今年唯一的护理师。对。有什么话想说？其实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在公共卫生这30年一路上给我的一些指导的一些长官或者是同事。那特别感谢的是，我这几年在桃园市卫生所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现在是在都会区在服务，那其实我觉得偏乡跟都会服务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会非常感谢这30年一路上这样子让我可以成长的，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哎，对，今天老公有来到现场，对不对？对，在。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公，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老公，其实那时候我要结婚的时候，我老公以为他会娶到一个每天大概8点5点就可以回家的老婆，没想到有可能凌晨12点我会临时会被扣回卫生所要处理事情，或者是晚上假日都要办活动，所以他对我的不离不弃，然后可以在背后一直支持我走公卫这条路，我非常感谢他，谢谢。谢谢，我们也恭喜护理师获得个人医疗奉献奖，谢谢你。谢谢。在今天大家听到了好多的故事，心中有满满的不同的感受。那么在医疗奉献奖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也是我们在今天最后一个奖项，所以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掌声都要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是团体医疗奉献奖，再次请我们的会长来颁发团体医疗奉献奖。哎，谢谢，因为来自偏远，所以特别优待。哎，最后这一个团体奉献奖还是让我颁的。我想看到每一个接受个人的医疗奉献奖，就是每一个感动。那这感动里面也有很多感谢。那我颁的这个团体有更大的感动，有更多的感谢。曾经我们五院的张院长也特别到这个团队去那边加油打气。然后确实感受到一甲子不容易的团队，然后有一位神护带领着这样的团队一直在偏远的医疗刺激区努力的打拼，所以创造无数无数的那种感动与感谢，真的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得非常清楚的。那我就简单来做一个说明，他确实就一甲子远从欧洲越洋来台的松桥与必要员神护，以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理念
创建的云林洛社医院，从零开始的洛社，募款也要募人，苦撑了一甲子，多年努力缔造了十几位医疗奉献奖，以及今天团体医疗奉献奖的莫大荣誉。为了因应早年的社会医疗需求，使得早产儿存活率为当时全国之冠，他们立即成立了云林第一个儿科加护病房及24小时儿科急诊，以游览车接送云林孩童北上治疗小儿麻痹，设置云林唯一的迟晚儿童评估中心，并邀请台湾自闭症之父宋维春宋医师加入早疗团队，在斗六台西早疗日托中心扩建的儿童复健中心，数不尽的动人事迹，满满的对云林孩子的爱与照顾，这就是用父母心让漫飞天使翱翔的天主教洛社医疗财团法人洛社医院，请看 VCR。云林虎尾若瑟医院在今年创院第60年，小儿科医疗团队荣获医疗奉献团体奖。而院长回想创院当时只有10名修女，再加上2位医生，要服务全云林的民众，一路走来很艰辛，但是获奖就是最好的肯定。诊疗间里，医生细心询问小朋友的症状，脸上和蔼可亲的表情，让最讨厌看医生的小朋友都不害怕了。鼻子可以吗？鼻子。有鼻塞是不是？这一家是云林虎尾若瑟医院，它在1955年创立，当时只有10名修女，还有2位医生，没有小儿科，2岁以下的小朋友由妇产科医生来看病，2岁以上就由内科医生来照料。若瑟医院曾经是国内接生婴儿记录数一数二的医院，一天最多迎接119个新生儿。长期照护的这个机构，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当作就像我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宗旨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当云林人的记录。院长说，医院一路走到今天其实很辛苦，今年创院60周年庆，医疗奉献团体奖是给若瑟最大的肯定，完成这个神圣又艰难的使命。本地接受我的好像自己的人一样，那不只是员工，我有时候也很感动，有的家属也会这样。值得一提的是，云林隔代教养外籍配偶多，难免会有文化还有语言上的隔阂，发展迟缓的儿童数量也比较多。而云林这家阿多亚病院扮演孩子们的心灵灯塔，未来若瑟也会把爱继续带给大家。 TVBI 新闻魏嘉良、李建莹，云林报道。在这一刻，可以让我们都成为这个团体奖的亲友团吗？准备好了，用热烈掌声恭喜团体医疗奉献奖得主——天主教若瑟医疗财团法人若瑟医院。今天来到现场，包括了像天主教嘉义教区的钟安柱主教，还有小儿部的谭玉堂主任。东亚医院60多年前外国神父来到台湾，一直到现在若瑟医院60岁了，还好好多台湾人接棒，请大家再给得奖者团体医疗奉献奖若瑟医院热情掌声。我们也谢谢会长。同一间医院有10名医疗奉献奖的最高纪录，谢谢，也恭喜若瑟医院，谢谢。主教还有主任这边请。哇，60年了，在云林虎尾那边照顾大家的健康，那么。过去有好多人得到个人医疗奉献奖，今天得到团体奖，有什么
有什么感受？我是觉得上主给我们一个征兆，那这个征兆就是借着这个60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然后给我们这一个大大的鼓励。那这个大大的鼓励是借着我们的卫福部的后生会，还有社会各界给我们的这个这么大的鼓励，医疗奉献奖的团体奖，所以我们看着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努力，更加油，更为更多的偏乡来做更好的服务。真的很巧，若瑟在今年60岁咯。那么就要来请教一下两位，60岁若瑟医院的愿望，生日愿望，你们可以代表发想一下生日愿望吗？愿孩子们都很健康，很平安，也得到上主的祝福满满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愿大家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是。好，今天有好多来自若瑟医院过去得到医疗奉献奖的得主也来到现场哦，包括了像廖远神父来台湾63年，方秀仁关怀师在这边，对，还有包括了像蔡孟宏医师等等都来到现场。那么在若瑟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跟循环？看到一个一个人拿奖之后，他所产生的正向力量在医院里头产生了什么样的力量跟循环？是的，这个让我们更肯定。就从一开始我们的松桥神父院长还有毕耀元神父，他们一直强调的要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那常常强调这个思想。虽然一开始我们有好多的服务 的同仁们好像觉得这个太高了，要全牺牲，完全都牺牲，要真正的爱人，那还要常常喜乐。可是因为这么久的熏陶，所以让在若瑟医院里面服务的同仁们就已经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所以大家也都是无怨无悔的为偏乡地区的老百姓，或者是特别我们这一次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儿科的医疗团队为孩童们做服务，不只是健康的，甚至有特别为这些孩子们来评量，如果检查出有发展迟缓的，马上就给予那个早疗的关心，慢飞天使，慢飞的，对。好，我们今天主任也在现场，也是我们小儿部的嘛，来跟我们说几句话。今天代表来获得医疗奉献奖。啊，我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小儿科医疗的团队，特别是急诊室啊，他们那个小姐都非常辛苦，还有病房的小姐，还有 PI 的，还有那个 ANI 的小姐，他们都非常辛苦，才能够完成这个今天有点小小的结果。不是小小的结果，大家给他们大大的掌声，谢谢，也恭喜你们，恭喜哦，谢谢。真的很不容易，同一家医院有10位得奖主，这是在医疗奉献奖的最高纪录了。那么在今天颁奖典礼的尾声呢，我们也请到了在演艺圈重量级，而且是演艺圈的常青树的典范黄西田，大家对他非常熟悉哦。那么黄大哥要用歌声来向得奖主致意，大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大家好，我是黄西田，今天非常荣幸哈，能够在这里，来为大家服务，来唱首歌。那么唱这首歌是我50年前唱的第一首歌，就这产生鸭歌，我们乡下的一个产生鸭歌哈，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不好？谢谢，谢谢。所以你来再会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哦。总是
走来伊的心爱小姑娘，叫伊免担忧。来去多钱啊，赚有钱我会转来，要收收放放收放放，接车来摇来摇去，也摇到有台南。便当寿司，便当寿司哦，别走。啊，生理是全部的知影，昨暝伊梦到什么也知影，可爱的目屎心啊亲像，一粒一粒闪烁的露水真香。我出生后一次的当你的起司味，让我心内欢喜啊惊，目屎啊流落。所以暂时再会啦，趁着机会，趁着机会，火车载阮袂去哦。最好你我问你身体哪平安，我唔惊艰难。若有时间，认真写批安慰着你，就收收放放心。点车来，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台北到啊，台北到啊，旅客旅客，嘿，爱注意安全啊，吼，哦，大家身体健康啊，吼，安尼好无？谢谢，感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哇，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哈。哎，哎呦，好久不见！对，你好，黄大哥，您今天是来比这个年纪的哦。我在你一开始第一首歌就只有五十年历史，对，可是从小时候看你就都没有什么变啊。有啦，因为最近有留胡子了，是因为上个礼拜，那个我们那个公共电视啊，有拍一出戏叫做《人生剧展》的。下风，那么有到也是有到我们虎尾这边，对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特别请你来，因为在医疗界上面，你也看到了好多人这样牺牲奉献的故事，不管是从国外来的，或在台湾舍弃在大台北或其他地区的生活到偏乡去，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像我们草地状元，有没有看过草地状元？草地状元我们常常也是到。山上啊，或者到比较乡下的地方，有很多都非常付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医疗人，对啊，他们都非常有爱心啊，那种感觉，会觉得说，哇，真的实在是不简单啊，能够有这种那么热忱的心啊，是找不到多少人，说真的，能够这样子的奉献，真的。还有像我们上个礼拜去 啊去那边啊，去那边拍戏啊，在医院里面大家也是奉献了很多啊，真的，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在那边吵啊，我们在那边闹啊，他们都点点都不高兴啊。好，所以第二首歌呢，这首歌就是专属要送给我们，也是在献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得奖者，告诉我们歌名是哦。现在我来唱一首叫做《英雄》。这首英雄的歌代表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英雄啊，是不是可以大家一起上来台上拍拍手也好啊？我们先拍拍手，好好，等到最后我们再邀请得奖者上台啊。来，我们来听这首歌《不客气》，英雄。好，来，今天的英雄啊，谢谢。因为我在电视那个《牛奶婆》里面也是演英雄啊，所以才会写这首歌叫做《英雄》，谢谢。
算你是我的命，风风的一句是红声，路见不平人讲情，咱若无惊袂出名，我啥啥啥啥啥咪拢唔惊，我啥啥啥啥啥咪苦嘛吃，啊，搁较淡嘛敢担，搁较远嘛敢行。无论是半山也过岭，输输拼输赢，行行赌性命，要拼要赌，人人叫咱赢。咱是希望咱的啊，我们的这位几位英雄，我们的这一届的我们的奉献奖的得主，大家一起上台来。我们邀请所有在这一届的英雄一起上台来。谢谢。英雄能力是我的名，啊，捧红的一句是红声。路见不平人讲情，咱若无惊袂出名。我啥啥啥啥啥咪拢唔惊。我啥啥啥啥啥咪苦嘛吃，啊，搁较重嘛较重，搁较远嘛较行。无论是半山也过岭，输输拼输赢，行行赌性命，要拼要赌，人人叫咱第一名。第一名啦！呼！我啥啥啥啥啥咪拢唔惊。啥啥啥啥啥咪苦嘛吃，啊，搁较重嘛较重，搁较远嘛较行。无论是半山也过岭，输输拼输赢，行行赌性命，要拼要赌，啊，人人叫咱第一名。好，掌声鼓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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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各位大家的奉献啊，谢谢。今天真的是这一届第25届医疗奉献奖的英雄，来往前站一步。好，我们要拍一张大合照了。我们也谢谢黄西田黄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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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中间靠拢，然后呢，帮自己比一个赞吧。我数到三了，来，一二三，赞。谢谢，感谢台湾有你们为台湾医疗奉献。哎，笑一个，有的医师好严肃，来来，一二三，再次赞。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颁奖人，我们今天的贵宾也上台一起拍这张合照。来，这边请。稍微往中间靠近一点，颁奖人证，好，来，我们先这样子拍一张好了。那么就请得奖者在台上，我们颁奖人在前面，这样一块来拍这一张大合照。好，往前面看喽，请大家往中间看。好，数到三一起比赞，一二三，赞。好，再来把您的视线往左边看，这边有好多人要拍照。接下来往右边看，好，我们再一次哦，一二三，赞。最后呢，我们再往中间再看一下哦，这一张呢明天会上报的，所以笑容，哎，笑容要出来，西瓜甜不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一起参与第25届的医疗奉献奖，谢
谢各位。今天的活动还有颁奖典礼圆满落幕了，那么刚刚有好多亲友想要拍照的可以到台前来跟得奖主拍照，感谢您今天的参与，记得把心中的感动呢传播出去，大家相约在明年再相见，谢谢。